大人焦虑不知所措，小孩雷孙怎么办？玩到一半，突然之间就扶着墙壁，或者说他又在忍。慢性便秘的爸爸妈妈，他都知道孩子今天已经第几天了。就是大概四岁吧，然后他就是大概四五天上不出来。很多的妈妈都分享说，那个黑枣汁很有用。其实黑枣汁是真的有帮助。假设你是适应性的便秘，或是生活形态的关系，其实黑枣汁它只有最先有效，它后面是没有效的。这样子。今天晚间九点，妈妈好神，东森超市33频道。